咁今日咧就整千层面啦，咁我第一次整啦，咁希望都 go well 啦。咁我 set 咗 cam 先。Okay. 材料方面，第一次洋葱先嘅，同埋蒜啊。切粒，嗯，哇，真系流晒泪啊！切咗十几年都系咁。先搞啲，哎，鲜肉，嗯，两粒，三粒。三粒咯，两粒，三粒啊，系，又系懒系型咁用个碗装住啦。咁其实材料方面就完噶啦，因为其他都系用罐头啊，同埋啲肉啊咁样嘅啫。而家咧就要整碎嘅白酱啦，咁就要60g 牛油，因为原来60克牛油系咁多，系已经扣咗个碟嘅重量噶咯。OK， 唔紧要啦，照嚟啦，反正肥嘅都唔系净系我自己一个，咁我而家都算溶啦，咁空气都有种肥胖啲气味，咁我而家就。根據食譜就落六十克嘅中筋麵粉，其實唔係中筋麵粉，不過麵粉，好似好 fail 咁，不過唔理啦，落曬啲。佢會再落奶嘅，所以應該都唔係好差啫，好酷。然之後係分次少量加入牛奶，600ml。希望 OK 啦，唔好 fail 啊！其实我有啲怀疑自己系咪整紧蛋糕啊，咁样咩料啊？系咪已经 fail 咗 ？OK 嘅，佢用翻喺牛奶度嗰阵，睇下之后点啦。我 feel 到咧，再煮落去咧，嗰啲结块都会喺度，都 OK 嘅。可能呢啲系佢所谓结嘅状态咯，就系可能系 acceptable 嘅。咁我落埋啲奶咧，就可能就搞掂个酱。我快啲奶啦，咁我睇下可唔可以再煮到结啲啦咁。Oops， 咁嘅结度应该 OK， 我估啦。而家有少少滑皮，备用。咁下步咧就系炒香呢啲嘢啦，整到另一个酱啦，加埋番茄咁。一路落咗蒜蓉同埋洋葱啦，咁个 instruction 咧就话慢慢炒出香味嘅，咁我就好慢咁样炒出咩香味。炒到半透明，跟住落肉，先半透明咁样。你有冇对焦？诶，唔错。我想讲要炒散旧嘢咧，都唔系容易嘅事。哇，系咁啊！都落咗啲水啦，同埋茄膏，因为我 OK 啦，佢真系唔系好靓啊，而家。我啱。炒肉嗰陣有少落少少鹽嘅，但係唔知夠唔夠。我偷哇個鹽，我偷咗少少香料啦，咁 mix 埋一齊。咁如果再煮結啲，就應該可以翻屋企上碟噶啦。咁而家就嚟我哋旅程嘅最後一 part 啦。其實仲有焗嘅，不過差唔多噶啦。就係加落去啦。咁加咗白色先，然之後呢、這個跟住白色、紅色呢、這個，跟住不斷重混。这个底就是白色先的。喇叭啦喇叭 ,set cam 大师。发现一个困难呢是蒸不平的，是不是太结了，不会好平。因为注定不会得到好平。好像油漆喎，现在真的。其實細次都冇完美噶啦，咁我就落皮。Oh no！ 我會拍斷個角，
因為佢角係圓角嚟嘅。哇，好少原來嘅黃酒，紅白芝士、紅白芝士咁樣記啊！我真係唔夠喎，喂唔夠嘅大佬！哎呀哎呀哎呀，仲有好多添，完全唔夠喎！排山倒海般嘅芝士，哇！攰到攤曬。果然多層面都搞唔掂，兩層面。OK， 都圓滿嘅嚇，雖然味道未必係啦。抹完之後咧，其實就可以擺焗爐噶啦。焗幾多分鐘咧？我係唔記得嘅。預熱咗未咧？我都未嘅。好嘅，190度醫咗一陣，就咁。為 Siri 計時35分鐘 ，OK， 遲啲見。噔噔噔噔噔，睇下好似 OK 啊，睇下點先攞上嚟。整體都 OK 嘅，啲突起，不過都算係成功啦。雖然未食啊，不過嚟啦，完。